128集，蓝曦臣去清河度假，居然住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回来。当他回到蓝家别墅，放下了行李就过去蓝启仁那边。一进门，蓝曦臣满面春风地跟蓝启仁打招呼，叔父，曦臣，你回来了，在那边玩得可开心。开心，叔父，这次清河度假，有了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蓝启仁抬起了头望着曦臣，就是。蓝曦臣有点不好意思，搓了搓手没有下文。这多大的人了，还不好意思啊？什么事？说。没见过你这个样子。蓝启仁放下了手里的书，挪了一个位置，摆了个认真听讲的姿势。叔父，我遇到一个让我心动的人了，您可以不用催婚了。蓝曦臣终于把话说了出来。真的？是谁啊？那真是惊喜啊，喜从天降。曦臣，快说是谁。就是聂明觉的小妹聂冰倩。那当真是好事，蓝家与聂家是世交，知根知底，很好很好，非常好。蓝启仁真点头赞叹。哎，忘机呢，还没回来吧？等一会就回来。话音未落，蓝忘机就走了进来。叔父，哥，你回来了。忘机，曦臣有对象了啊？你呢？怎么样？有什么好消息没有？哥有对象了，是谁？蓝忘机一阵惊讶，事前没有一点的消息，突然就来个爆炸的新闻，是聂家的小妹。恭喜哥！蓝忘机由衷地表示了祝贺。曦臣，咱们俩家是知根知底的，你觉得合适？过一阵我就去提亲，你就可以结婚了。不要拖，我想快点抱孙子。谢谢叔父，就听您的。蓝启仁听蓝曦臣这样说，非常满意，当天的晚饭都多吃了半碗饭。蓝忘机看到哥有了对的人，为他欢喜也为自己发愁。蓝曦臣一结婚的话，蓝启仁肯定对他催婚催得更厉害。以前是哥挡着，现在哥不挡着，他就首当其冲了。忘机怎么样？学学你哥的速度，然后兄弟俩一起办婚礼如何？你们俩要是能一起结婚，那我一辈子就功德圆满，对得起列祖列宗了。叔父。什么？叔父，我能选择自己的伴侣吗？怎么不可以？我什么时候逼过你们？曦臣不是自己找了一个高高兴兴回来了吗？蓝启仁瞄了蓝忘机一眼，觉得简直是废话。只要我自己选的人，叔父都会同意吗？当然。蓝启仁掷地有声，展现了他作为叔父的威严和权威的回答。蓝曦臣在旁边忍出全身冷汗。叔父，我有爱人，他是魏婴。什么？你有爱人？什么时候的事？魏婴是谁？蓝启仁给吓得口里的茶水全喷出来。今天不会是喜从天降双喜临门了吧？蓝曦臣赶紧走了过去，给他拍拍后背。叔父，不用着急，缓一缓。蓝启仁从未看过蓝忘机谈恋爱，也看不见他跟谁有交往。突然间他说他有个爱人，这是大开玩笑还是在逗你玩？叔父，魏婴就是魏无羡。什么？魏无羡？江氏集团那个魏无羡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他不是男的吗？什么是你的爱人？蓝启仁像是突然被人强塞一堆棉花进口里，堵在嗓子眼，咽也咽不下去，更谈不了消化，大脑一时停转，坐在那里憋得满脸通红。是的，魏无羡是我的爱人，我爱他。蓝忘机直愣愣地往蓝启仁面前一跪，挺直腰背不语。蓝启仁指着蓝忘机发着抖说，忘机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是在胡闹的吗？两个男人说什么爱人？叔父，两个女人的婚礼你也看过新闻，我们一样而已。胡说。蓝启仁一个巴掌过去，蓝忘机如玉的俊脸及时现起五个红指印。蓝启仁看着自己的手掌，不可思议，全身猛烈的发抖。蓝家兄弟从小是他抚养长大，不是亲生胜似亲生，兄弟俩从小谦恭有礼，他从来舍不得动他们一根手指头。不曾想今天在他长大成人独当一面之志，却给了他一个大巴掌。打人，这太不蓝启仁了，太没有修养了，这不是一个国学大师应有的行为。可是
这是在他听到心碎的声音之后的直接反应，无法控制，来不及收回。蓝曦臣也跪到蓝启仁的面前，和蓝忘机并排跪下。他温声对蓝启仁说，叔父息怒，别伤了身体，这事缓一缓再说吧。曦臣，你早知道。叔父，曦臣不久前知道。忘机，是真的动心，你居然瞒着我。叔父，曦臣不敢。只是知道如果叔父知道了肯定会伤心难过，不知道如何跟叔父说起。叔父，我与魏婴是前世情缘，天注定。蓝忘机看蓝曦臣帮他说话，也开口为自己说明，争取得到谅解和支持。还前世情缘，天注定。蓝启仁又想伸出手，被蓝曦臣按了回去。叔父，忘机说的好像是真的。你可记得上次忘机和魏无羡水灾出事住院，他们两人的手指一同在疼，还有之前一次，那次我送忘机去医院查无原因不治而愈，后来知道那次是魏无羡在法国出事。叔父，我们往事绑上三生线，所以魏无羡来到苏州找我，我们家那个香炉会现幻境看见往事，但我没办法让香炉现出往事让你和哥看一看。蓝启仁如在听天方夜谭，不屑一顾，只是气得直喘粗气，把兄弟俩吓得不轻。蓝启仁真的病倒，躺在家里不出去，也不许蓝忘机出门，刚好国学院放假，你就老实在家待着，交代门房保安不准蓝忘机出门，他要出门随时回报。